终身事业全球布局，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到现在，中国市场东森 ECKR 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准备在明年三月即将启动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十五亿的市场等着各位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不单单如此，美国我们已经布局，东南亚就是我们的下一站。亲爱的家人们，